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对账喽！打开来看一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嘞？哇，这次要对的是威力彩呀、啊！哇，买了好多、哦，级别是111000004，开奖日期110年1月13号的威力彩，一共买了一注、两注、三注、四注、五注，一共买了五注啊，花了新台币500元呐、啊！希望可以中大奖啦！好，马上开始来对账吧。来看一下级别日期，都正确。好，马上来对第一注，第一区第一个号码06没有，第二个号码08哦，08有哎，这有个08，第三号码14没有，第四号码22没有，第五号码25没有，第六号码28没有，第二区06 07哇，乌龟，有一只乌龟了，来，没关系，还有这么多，接下来对这一张。来，第一注的第一区的第一个号码06没有，第二个号码07没有，第三个号码09又没有，第四个号码17哦，17有哎，来，17在这边，第五个号码23没有，第六号码28没有，第二区嘞0307，哇，第二区也没中啊，所以又是一只乌龟，没关系，还有这一注，下面这一注，第一个号码是01哦，不错哦，旗开得胜01。第二号码08，哇，连中两个了，有机会中奖哦。08在这里。第三个号码14没有。然后嘞，第四个号码16没有。第五号码17有哎，17在这里耶，耶，中了三个号码了，耶，应该赚钱了，应该有中奖了。不知道有没有赚钱，要看一下。好，来看第六号码22没有。第二区04，所以第一区就中了三个号码。来看看三个号码多少钱。第一区三号码100元，哦，好少哦。第一区三个中了三号码100元，没关系，还有后面还有，来来来，这样子应该是有倒吃甘蔗的感觉，搞不好这张中更多。来来来，继续把号码往上摊出来 ，OK， 马上来对。来这一张的第一区的第一个号码01，哦，又有了耶，01又中了。第一个号码10没有，第三个号码15。没有，第四号码26有哎，耶26，第五号码28没有，第六号码31又有哎，哇，这张又中100块了，这边又中100，因为刚刚看过嘛，三个号码是100嘛，没错嘛，那第二区哦，大家看一下第二区，第二区0507，所以这里中100，第一区中100，确认一下，没错啦，对不对？这里第一区三个100元，就刚好看到，刚刚有查过了，第一区三个100元，耶，这一注又中了，又中了100元，来看下面这边。第二个号码，第二区，第二注第一区的第一个号码06没有，第二个号码09没有，第三个号码24还是没有，第四个号码30没有，第五号码36没有，第六号码38没有，第二区0507哇没有没中，所以呢，这次一共买了5注，哇，花了新台币500块啦，500元啦，花了新台币500元，然后呢？一共就中了2注啦，中了这2注，各中三个号码，第一区三个号码，所以呢，只有各中100元，所以中了200元，所以花了500元，中了200元，所以就是做了300块的公益啦。好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